你说出来，说出来行吗？瞅着，说出来呀！这一篇啊，看好了啊，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。百货公司到了不到？到了，到了，你说到到了，这不说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百货公司了。嗯，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。对对对，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，瞧见了不？有，看见了。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。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，对，女的是个大摩登，漂亮。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，说话呢。你听见他说话了？只画的羊牌他会说话不？那不成电影了不？那你也别打人呐！你碰假了我就揍你。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得说，对了，好像要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我得说对了，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。那我要说好像呢，那就不倒你了。哦，我说你什么玩意儿？八大片，我瞧了几片了，头一片还没瞧完呢。瞧瞧瞧瞧瞧，看看这一片，这是到了哪里了？到了哪儿了？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。还是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人忒多了，对，有上楼梯的，还有坐电梯的，可不，电梯到了，该下的下了，该上的都上了。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，就开那个电梯，是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的，上去喽！你看他上去了，只画的羊片的会动会不？那不成了电影了不？又碰奖了，碰奖了就揍你。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得说对了，好想要上，还没上去了呢。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八大片，我瞧了几篇了，头一篇还没瞧完呢。瞧，好嘛，这玩意儿真金瞧啊！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？到了哪儿了？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。好嘛，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。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？受累给送个信儿去，告诉我媳妇嫁人吧，我大概回不去了，在这瞧洋片了。我说你瞎找了什么呢？啊，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？挺好的羊片，你不瞧你托付？啊，不瞧怪瞧什么？不是、啊、瞧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。那可不，马路上人更多了。你往后溜达什么？不直着腰行吗？用不着这样，往前站。哎，好，往前站。站好了，哎，俩腿并齐了，哎，俩腿齐了，哎，脚好了，哎，脚好了，哎，好吧，这下更跑不了了。你看看，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，看见了没有？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哎，看见了。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。哦，对，有，用手扶着方向盘，嗯，脚底下一踩油门，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，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，好了。幸亏跑得快，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。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，这受了受不了。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，你说跑喽，他啪又打上了。你看见他跑了，只画的羊皮会动弹不？那不成电影了吗？那不应该怎么说呢？你说对了，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。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八大片，我瞧了几片了，头一片还没瞧完呢。瞧瞧啊，娶你奶奶个孙子吧。我说你怎么跑呢？对了，我还不跑啊。啊，再不跑你又打上了。算你小子机灵，这一篇算完了。
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？第二篇呢？第二篇，第三篇我也不瞧了。怎么呢？你老打人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，那是干嘛的？我看着就眼晕。搁这里行吗？搁这儿不行，走那边去，远着点。这你都放心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我的妈！你躲得了吧你？啊，还一个呢！黄祖民，没错，是我在这儿说呢。哎，在这儿表演呢。要说咱哥俩可是有些年没见了，可不是吗？有日子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挺好，挺好。您倒好的。哦，好好好。家里都好啊？都好，都好。家里都谁好？家里都谁好？那看您问谁了。问谁呀？啊，老太太。您的老太太好哦，我母亲身体可硬朗了哦，谢谢。大娘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婶子好，好。您的大嫂子好，我们家是寡妇大院。弟妹好，行了，大姨子别问了，小姨子打住吧。嗯，哦，全是女的，没男的。不也有啊？我们家男的多，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？商量商量吧。别商量，你问好，你着急干嘛？哪儿的事啊？问我们家男的呀。我问男的，